全球庆典盛大展开，也播出了日本场的画面。其中一井和 NMIX 在登场时，一起做了跳舞挑战，超有庆典氛围。而 NMIX 也带来了洗脑的先行曲，全员超稳的现场实力，把歌曲磅礴感都展现了出来。海元更是一个 wink， 让全场的 answer 都疯掉了。有粉丝分享 NMIX 其他歌曲的精彩画面，可惜这些画面今天都被剪掉了。不平等的待遇让许多粉丝不满，已经在网络上发起抗议。希望 KBS 能够公平对待 NMIX， 也尊重每一位的艺人啦。